接下来有没有听到安可安可？好，接下来真的是最后一首安可曲了。那也真的是谢谢各位贵宾与我们共度今天这个美好的夜晚。我们最后一首安可曲是由我们新锐打击编曲家蔡明清老师改编的《小城蛋饼》。那我们刚刚其实有看到明清老师，对不对？好，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掌声欢迎成功例行的演出。灵感哈，谢谢，我们再次谢谢成功跟例行的演出。